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卢嘉怡传道。今天早上盼望能够透过《生命记》30章1至10节，同大家反思生命。这一段的经文是承接上文29章，摩西同以色列民在摩押地立约，呼吁百姓要守约。摩西提出违约所招来的是秘掳的咒诅，而第30章亦都预言以色列人将会分散到列国，但是慈爱的神要将子民从秘掳之地拯救出来，使他们重归应许之地，从而提醒他们要悔改归向神，这样就可以带来复兴了。在第30章1至4节，我们看到回归上主的福气。在第一节，神提醒他的子民，当他们因为犯罪违背神的约而被掳分散的时候，要追念祝福的话，意思是指要回想原来被忽视了的神的话。追念亦都有返回转回的意思，提醒子民要悔改。在第二节至到第三节那里这话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神向人的心意呢，本来就是要人归回归向他。神的子民被咒诅的目的亦都只是在于管教，不是要灭绝他们。他亦都应许人在受管教之后呢，必脱离咒诅而归回祝福。因此转咒诅为祝福的关键呢，就在于归回神同埋遵守神的话啦。经文亦都提到神的怜恤，怜恤人是出于神本身爱的属性，而不是因为人有可夸之处而获得神的怜恤。反之，人要悔改才能够得到怜恤。今日基督的救赎正正就是神怜恤罪人的明证了。而基督救赎的应许呢，是给每一代愿意相信耶稣和接受救恩的人的。在第五节至到第七节，我们看到归回圣洁的福气。神赐下的福气呢，就是使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对当时的人来讲，人数众多呢，也都真是一个福气。然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数目，而是人的质素。如果我们只是求用方法增加人数，而没有好好的来到去牧养，让信徒能够成为一个有质素的信徒呢，也都不是教会应有的方向。每一个的信徒都是一个独特的人，不是一个数字。因此正正人数多的群体呢，我们就更加要关注，要将资源放去牧养了。在第六节那里这么说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原文呢就是心受割礼，意思就是说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因此人是要除去自己心里面那些的污秽，那些的罪恶，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。成为一个分别为圣、尽心尽性爱神的群体，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群体。当以色列受教的时候，他们就得以复兴了。当以色列受教得以复兴之后呢，神就必将这一切的咒诅呢
加喺佢哋嘅仇敌同埋恨恶佢哋逼迫佢哋嘅人身上。呢一度亦都系证明出神嘅公义。今日求主帮助我哋作一个圣洁同埋正直嘅人。并且呢是建立一个分别为圣合神心意的群体啊。在第八节至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归回圣言的福气。在第八节那里这话，你必归回，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归回、听从、遵行，就是正确的方向了。唯有听从和遵守遵行神的话呢，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。申命记一直提及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来到第三十章，摩西要百姓重新反思定位，立志选择作分别为圣的群体。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中，都要记得回归神，亦都提醒历代属神的子民，最重要的是归回神的救赎，听从神的教导。这个才是在祸患或者是艰难时候的一条出路。今日基督的救赎才是人类的出路。今日的信徒亦都是神拣选出来的子民，因此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和遵守神的话，以此保持与神的关系，在世上为主作美好的见证。最后，神的子民要归回上主，归回圣洁，归回圣言，才能够得着复兴。让我们同心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能够归回你。求主帮助我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归回并遵行你的教导，作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，见证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